现在上场的是云南队，肖云红。原地的中分360 C 组难度，卷子小翻，曲起两周 D 组的难度，前直360接前团，同时满足了向前的空翻以及重重转体动作。暴转78四踏截环，接四踏跳，还是非常轻松的这个团两周。团两周作为他的结束串的话。